一定要躲技，先躲技能再去跟他打，知道吧？不会的吗？不是，那为什么会 A 这一下呢？感谢陆宝送的金星吊木，谢谢。感谢陆宝，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陆宝送的礼物，谢谢陆宝。谢谢陆宝送的金星吊梦啊，谢谢。好够，打一套三血。他们晚上线了，我们可以 A 到第二个。哎呦，好够！感谢陆宝的魔法引擎。当然你要晃动。哇，你还不服气，你小子？感觉要应该到了，来了。先补刀啊！你去压人那个兵线的一个，可惜了，他那个 Q 被躲了，有点可惜。哥们，所有的伤害都给了机器人呀，那没开玩笑呀。这波为什么不是很赚？因为我们是挨两个人在打的。我他妈凯旋，我切啊！换刀的情况下，打架的情况下，一定要。放技能，然后切刀。所以说我当时 A 这个皇子的时候，我切了一下绿刀去 A 了一下。哎，最极限的距离了。女枪的话，她放 Q 技能一定要注意，她放 Q 技能。兵线也有点兵线嘛，主要是，加上他们多个点火，主要是。感谢奶宝送的奶茶，谢谢谢奶宝的礼物。知道，就他如果已经放出来的话，你往旁边走也是可以躲的。他们这波也多一个点火，你妈的挂子，这些你要吃啊？我他妈后面有人。我操！感谢奶宝的礼物，谢谢谢谢奶宝送的礼物，非常感谢。大一只，约队友大到就是赚到，知道怎么看你。他等会儿控到我，可能大招还会空呢。那这种我大到的，那就是赚到的人。如果不在上半区的话，就爆你大概率就可能在下半区。他这样峡谷先锋没露头，就可能在下半区 Q 卡杀 Q 到可惜。五十加他这个进化 Q 了吗？看起来好像很疼。其实你要问白银，这个线该不该露了？他们可能不知道，知道吧？我不能吃钩啊，我吃钩肯定打不过就是。而且这种位置打起来真不一定能赢哎。所以说像这种线，他们如果要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再站着守一波的。一杀。你状态不好，然后没技能，刀也不好的话。再 A 一下，可惜了。
可能大多数人知道这该吹，但是像蓝钻掉个闪现，掉个闪现换600块钱，这个600吃了这波我也提升不了战力，暂时没有回家就提不了战力，回家出完装备之后才行。让一个吧，我操，这波配合，这波泰坦勾引，然后你，哎呦，好勾，不是你小子，他妈专门玩泰坦的吧？哎，不是啊，他的泰坦玩的他妈好有手法呀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莫非是专门玩泰坦的，还是说是一个，啊、那一定是个高手。我看出来他已经看出来他是高手了，我的天哪，好帅，其实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，帮你一手不必客气，但是下路的塔有点，下路路程有点亏，就是不是，你别哥们，你别他妈当我面走过来呀，你尊重一下呀，至少。那，哎，你这哥们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呀、啊，是，你怎么在我脸上把 W 交了？你这不尊重我、啊，没道理的事情啊！见到妖姬真毒瘤，真的是毒瘤玩法。武器什么情况啊？挺尴尬的感觉，武器被勾过去了。拆不掉OK OK， 收到，我已经收到你的假装申请，怎么说，我再演一下，被单杀了，血量还很健康，这个蓝了，但他应该要带线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被开了吗？其实这是吗？
人还没齐啊，哥们。哥们，哥们的位置也被包围了，我已经不好往上走了。行，得打大龙，一波不了，兵线太差了。不是，吃不消了，真吃不消了。打小龙了，我看看。把塔拆了，还要加个 TP 耍帅是吧？不，真要加，还要加 TP 耍帅，你小子。打得挺好的，打野。